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鱼，我现在开启我的蹭饭生活了，在这认识了两个叔叔，还有个阿姨，我们把车都围到一起了，给你们看看，我们三个，我们三家的车看到没有，围到一起，围了一个小四合院，他们俩的车在这面，然后我的车在这面，正好挡上了，叔叔这个车这还有棚，挺好的，然后我现在主要是想看看这个叔叔和阿姨。这个他们那个车里，他这是北京 BJ40， 咱这个车是柴油版的还是汽油版的，叔叔？汽油的。汽油的啊。然后叔叔和阿姨他们也是在车上住，但我发现你们这个车上就是没有行李箱，啥都没有。我看看，我想看你们里面，你们是怎么住的，怎么改的？拉开看，拉开看看。因为我一开始就可喜欢这个车了。这车门也拉开。从这个车门拉是吧？从那边看，好嘞，看看你们这个车里面你们是怎么改的？没有，都把那个座位拿下来就行了。哦，你看这是叔叔阿姨的这个车里面，你们是把座位拆下来了？哎，拆掉了座位。那你们座子拆掉，后面座子拆掉没人管吗？没事，走哪都没事。我们又不叫人后面。啊、哦。现在可以放大米。啊、哦，叔叔阿姨两人住在车上就整个就是把那个什么。改成床了，改成整个后面改成床了。嗯嗯。然后白天开车的时候，你和叔叔就多多的坐在前面。啊，他们车是这么改的，你看他们的车上面也没有彻底行李箱什么的，就这样。这样是把后面座椅拆掉，这样睡还挺舒服的，不憋屈哈、啊。因为我知道这个车后排它是座椅是放不平的，你们是整个拆下去了，也没做什么改动，就是把那个座椅拆下去，然后两个人晚上每天晚上在那睡觉就完事儿了。啊，是。那你们车上那个电？不用电，没有电，没有电啊，用不到电的，用不着电，用手机在开车就可以了。嗯，开车的时候充上手机就行了。看看啊，给你们看这些设备，全都叔叔阿姨，就一个车，然后也没有彻底行李架什么的，两个人啊，一个北京 BJ40出来的。看，这都是叔叔阿姨车上的，桌子也是，做饭的这个。还有这个气罐，这些全都是叔叔和阿姨的。我天，你们这车也太能装了。对呀。其实我一开始就可喜欢这个车了，这个越野的嘛，性能比较好，就是怎么开过沟过坎啥的都没事儿。啊，可能随便开。对，随便闯是不是？我就挺相中这个车的。它你们开这舒适度怎么样？就开这车累不累？不累。不累。这个车一公里耗油和多少啊？8毛钱一公里。啊，那就比我们的稍微的要贵一点。翻倍。啊，这个是多大排量的？2.4T。啊，这是我一开始最喜欢的车，就这个。你这车你咱买下来全下来多少钱？裸车19.88万，19.88万，就将近20万了。对，啊，这是出来这么长时间头一次碰到北京 BJ40这个改装车出来玩的，然后他这个车是整个把那个座椅什么都拆掉了，这么改也挺好的。就是两个人在外面，你看叔叔和阿姨两个人每天就这样在外面，也挺好的。也出来，他们也出来好几个月了，就两人就在车上，然后带了一个这个帐篷。你们看他那些东西，这车也挺能装的呀，都没有彻定行李箱。我今天又是混饭的一天了，阿姨在做饭了，一会儿等着吃饭就好了，我又有口福了。